来，大家可以啊，来，几个你先啊，来，两百，清白两百，来，刚才你去啦，哦，啊，好啊，做来，好啊，做来，用红的要平红，来，你什么？清白两百块，清白两百呀，八十八对吧？做什么？来，两百，做什么？来，两百，什么？白酱番茄，两百，白酱番茄，可以白哦，够什么无？白酱番茄，白酱番茄可以白。 哦，你客人包嘛，哎对，白红青一百块，红青哦，白红青一百块，对，够有啥物价钱啊？明太子一百，明太子一百，哎，够有人客钱，啊，所以你还收几个啊？你卖到够有人客一百啊？收钱，啊，你要啥物口味？来两红一百，啊，意大利面够有咩啊？无人无啊，收啊，拢有啊吼，好来收，啊，姐你也收起。 明太子一百块，明太子一百。来，好，阿哥，要啥物？你在啥？蟹肉饭卖多少？就这样咯，蟹肉饭第二号，第二号，第二号。 哎，山啊，看你边啊，看你迄个边啊，无哦，另外迄个边啊，无，右边迄个边啊，无，还做，右边迄个边啊，无。春香了。来，几个姐姐，等下去。来，这帝王蟹肉饭要吃三百，哇，好啊，两条你三条，四条五条，六条七条八条九条十条十一条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三百个要吃帝王蟹肉饭来咯。到南边边啊，这边要吃八两百。拢有啊，都有了，谢谢。来，一百，边啊。 来龙沙是嘿，安尼唔则钓，靠，遐拄好是遐呾下鱼哦，安尼就袂用好，安尼就好就袂用好啊。来，哦，OK哦，哦，还袂差啊。到边啊，今麦感觉做寿司，遐个是还袂差，那么心理作用。来，蒜泥土豆，鳕鱼土豆。来，啊，这你搞要食这蒜泥土豆。 这蒜泥头都，喂，这客户一个人加一个，要一箱哦，一个要一箱，啊，伊讲迄个加几个啊，加几只，一个定二十五斤，定要两箱，加几，顶礼拜拜五的代志尔，前两工的代志尔，这这正批出来，这当下当真，会当吹，这一包金盘，哎，阿总，可能啊，他右边一条，既然电了爆了，右边一条嘛，我无其他再加几条，右边你点点，过来右边来，啊好，后壁一条啊。 好啊，那就几条，这有几条，啊，今仔日你要食这个蒜泥头都吧，人家，一个人给两百三斤而已，卖就先卖就八百六百五百，拢搞收收起来，一个人要就两啊，先加钱的生意啊，全部六个人加搞咩？三斤的蒜泥，先加钱的哦，正边蒜哦，一边三个的哦，三百好啊，两百好啊，两百好啊，两百好啊，免三百，两百哈，今仔日两百块啊，来两百块蒜泥头都吧，两百块都，有人要食鳕鱼头头哦，两百块。 起码可以啊，收。来，来。帝王蟹放八条。帝王蟹放八条。你要几？啊，两百啊。来，帝王蟹放两百咯。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来两百块。来，我行起个，因行起个。 我按价格，按涨价，我按价格，按涨价，我按价格，我感觉声音足奇怪啊！什么？有人要食蚵仔丸的无？这一包十二条啊！一包十二条啊！一包12号，这一粒十块十二条，百二百二加百二万的。两百咯，一包要十二，一包可以四包来，两百块才要食蚵仔丸。有人要食蚵仔丸的无？两百块。蚵仔丸到南边啊！ 来，到南边要一百块试一下看嘛，一百块。一百块，南边试一下看嘛，无一百。有南边食烟肠无？这一条百三两条鱼啊，六免三百鱼啊，无两百。我这条搁送你，这条搁请你来升价钱的两百，三百。听见没？啊，有南边食烟肠无？一条百三两条鱼啊，六三条的，四条的来升价钱的来两百，有南边食无？芋头迄个烟肠，拢有啊。到南边要一百块试一下看嘛，一百块。 来，到南边要一百块，试一下看嘛，一百块。来，过来，两个。一个牙齿叫做大，我做你小看。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了。啊，一百块要吃无？恩强。
一百块干嘛要吃？一百块，一百块有要来无？拢有啊，来，来甲你收起。小梁，我需要我你等我一下吼，来。喂喂喂，来是，我来讲哦，你甲迄个牛聊无？牛聊无？来，来，你甲等我来买买牛肉的无？这牛肉当会炒蒜头、葱啊、辣椒，四个卫衣十块啊。这个我炒一包，要个两包，炒500、500，唔免500，唔免400、300，上面一个牛肉。有人要吃牛肉的无？300块。你搞买300，这两包我送你。你搞买300，这两包我搁送你。300块上面一个铁板牛肉，300块了。有人要吃牛肉的无？300，刚好要吃牛肉的300。恁今日敢会规定的话，就来专工要甲我看的无？是啊，恁今日若无人要叮当，恁是今日是安怎？好嘞，你若要看，免睇看了，唔免拖，你咪遐挂到串嘴搭卡。我这边坐啊。这招食你是150块，你老板吃。300个要吃无？这铁板牛肉啊，这是。大家过来。什么意思？好啊，无你去用，我感觉出奇怪，唔知是啥货。来，头前，头前请。今仔拢袂顺，唔知怎。袂顺就算啦，恁人家敢拢钱买我？我放松袂顺是无要紧啦，恁钱买我才是严重啦。你钱要我放松开，我搁买搁无要紧。你安尼钱无我放松开，我是咩买？300几个？400、600啊，300啊，猛买猛吃，你走两包。300够买来无？够买食牛排无？300，啊你无买啊无？敢会当买100块当去食看卖无？你有我困求者，你买100块当去炒看卖，咱个牛排真心甲你推荐，真正软啊。100块够买来无？我袂晓啊！嘿啦，袂你漏贵啦，一包袂50，袂你漏贵啦。你食看卖，你就知影牛排软无？大你袂无？你要100块、300，够要100块的无？够要100块的无？收啊！来一个虾仁准备起来。来，够人要食鲔鱼头的。鲔鱼头你若要食，卖300几啊块啦，我卖恁100尔啦，100块。来啊，100块啊，100块上面食一堆啊，100。够要食鲔鱼头的无？一百块要食鲔鱼头无？安尼一堆啊，100块。后背啊！100块一堆啊！100块要食鲔鱼头啊？无开100尔。100块要来？鲔鱼头搁起啊！来一客，鲔鱼头搁起啊！100块要来无？要鲔鱼头。来。两个啊，挂两个啊。100块要食鲔鱼头来无？100块。100块要食鲔鱼头来无？100块有。拢有啊吼。都有了啦哈！来，过来，来，过来。鲔鱼头一百尾来，搁讲啊，真正做饼真拢无啊。啊，我要来画虾仁啊，吼。来，过百。来。来，姐，你虾仁先我姐，谢谢你。啊，你帮我收。来，虾仁要吃，唔免500，300我了。有人要吃虾仁的无？300块。我先甲你讲哦，我这虾仁无发的哦，哦，没有发过的。好，啊！你甲炒看卖，包水饺卖当，唔免500，唔免400，300了，唔免。来，坐啊！来，搁有要食虾仁的无？300块了。虾仁搁有人要食无？300。小人还有人要吃的吗？300块，拢有啊吼。来，谢谢，来，坐你包水饺。来。来，搁有要啥物？来，你甲小人如意煮起个。你讲。起司鸡肉条嘛来。啊！即我先来介绍一包好食，一包袂，你哪有贵一包？一包泡芳做错，伊有在条讲想出讲哦，含工厂安尼有哦，用鸡肉甲你加起司，互你食到会掉车哦。这起司鸡肉条，这当然只要你用煎的、用煎的、用气炸烤箱，咱若厝一台气炸烤箱真方便。这一包鱼啊，讲200-500，唔免全部人家买就，你相信我一家，你甲煎看卖、煮看卖、食看卖。200块了，来200块上面吃起司鸡肉条，200块，有人要吃起司鸡肉条无？200块刚好要吃，200块就好了。大牛，啊谢谢，大哥感谢你。有人要吃起司鸡肉条无？200块尔。这种真的真正是有够好吃，伊这鸡肉若加起司一定爱好吃。200块要吃起司鸡肉条无？200块，谢谢。够人要搁吃起司鸡肉条？拢有了吗？都有了吗？恁遐拢无揢钱哦，我人家干，干袂当揢100块，我买一包再当去食看卖。恁遐无揢钱哦，干会当买一包100块当去食看卖。啊，无食恁表礼拜来叫你交2点钟。来边啊，100块，100块有要来无？你无买，你表买100块，甲你消费一下无要紧。哦，我感谢你这一包，我会甲记伫心内，记一世人。
你今日话要100块一包的人家，你这个温情我甲你记一世人。100块有要来无？100块有要来无？最后搁招只4-500，别别莫搁留好无？哎，你买一包当去煎好无？我袂甲你害，这甜面也好食呢。我唔是讲甲你推销，我唔歹食，你当去煎看卖好无？一个头前要不要吃？来，大哥。搁有要吃无？最后三个，100块甲咱买买好无？我卖物件，教伊做一家卖着，莫一家化到要死唔动啊！一盒一箱啊，化过来个，100块有要来无？再搁一个一包，最后两个一包，我甲恁讲强，甲恁麻烦，这200我卖掉，100块就好了。最后这200我卖掉100块。